我真的没在吃辣，你知道吃。开明后天就可以下班，只要他们不加我，就肯定下得了我班看的。看你要怎么瞒着我的。你反正你想要，你直接拿就好了。真的，我不知道他们价值。也是啦，你真的要好好，除了玩生蛋或是抓怪以外的东西，你才会知道，对吧？没有没有在用，真的是太麻烦了。好啦，加天敌。我把有用的东西通通扛走，你要再去我箱子里面拿好了。好。没有啦。你、欸、至少你有厉害钓竿呐、啊。我厉害钓竿，我好像有两个，我开箱子开到的。你好像很厉害哦。不知道，我都开一些奇怪的东西啊。喂，爆！啥呀？那。Trio，Trio，Trio，这样没有，很硬的那只东西又敲烂我两个球。我开普通的。哦，黎明了，黎明了。球会破图哎、欸，我知道啊，会啊，丢了这么多，可以看到那一步哎、欸。对啊。这灯点不长一样。结尾。抱歉。没事、啊。你以前不会笑我的，你真的变了。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怎么会哪有？怎么不会？你说以前怎么会呛我？是不是？对啊，我以前怎么可能会呛你们？我不会。哪有？我以前都是走腼腆那一趴的。啊对啊，就是你以前已经没，你以前会腼腆啊，现在不会，现在会呛我了。现在不会。现在什么叫现在不会？所以以前会吗？你以前没呛过我吗？没有啊，我以前讲话都不敢吧，我怎么讲、嗯？我以前就站在旁边，你们在讲话哦，傻眼，没球。我没有骗哦。骗什么？我没有，我以前就这样的性格啊，我现在只是比较豪放。豪放的啊，比较没有那么内向。哎、欸、没错，肯定是这样的。那是不是熟就会变这样？你是不是很后悔？我熟了会变这样，嗯，会啊。我就是，然后我跟其他人没有很熟的，讲话还是很那个、啊，还是很有距离感。熟了就不会。那肯定的吧？对啊。哎呀，又是来杯茶。那个不要骗我哦，等一下把八大碟养到一百等哦，就发现复眼还是没用的话，我会生气哦。你找他，这里都实名制的。我要的不是感觉，好像听说，我要的是确定可以。确定可以、我已经被我那时候已经给了可可多拉他们吃了三只啊，吃了那个经验糖果了。哦、oh. ，对，那时候我有讲、啊，为了那个挖银矿，是蛮大，对吧、啊？这结果啊，
么烂东西。他是测的，你测出来要看数据，那你是说繁星运气太差吗？不能这样哦。可能是啦，也有可能。所以我不喜欢玩抽卡游戏。啊，抽卡游戏没多脑中，有时候。嗯。我现在唯一抽卡游戏很难中的是炉石。那真的是算了。哎呦喂！没有哎，没出，可惜了。你没听过吐司喵的声音，怎么知道吐司喵？不是在骗。好扯哦。是不是刚好提到？没有吧？好像有诶、欸。哎、欸，四星的你们有没有打？哎、欸，来了。然后差点 TP 到自己，还好。玲玲也要打吗？玲玲，还是吃饭？他麦克风没关。要不要点开洞？嗯。哎呀喂，完蛋！怎么了？没有，我点错招了，打到你了，好痛、哦！不是，连火科的路卡利也被我打到了，我点错了，因为这招是打我周围跟对方的，所以卡比兽会没事。不能这样，这跟我灭王之歌一样哦。啊，错，我是不是讲错了？哎、欸，他有掉钻石，哇！哎、欸，很不想要，还是抓到哎、欸，好扯哦！嗯、哦，我没有拿蛋出来孵哎、欸，你一直都没拿、啊，我想说你是要一次孵哟，想说看你都没有拿，我忘记了。固定固定，你的百变怪在哪里抓、啊？我的百变怪，嗯，幽灵的城堡啊，啊，那边有。那天是意外。哇。对，那天是。有动到数据，然后好像没调好，知道，因为那时候他说其实没有动到什么东西，
就那一碗只剩百变怪，但是我抓不太到，我好烂。我不在，我好难过。你在睡觉啊，没办法。如果我在，我肯定把全部都给刷死。嗯，怎么可能轮得到你？你想一下，如果我全抓到的话，我早就先盖好一座了。而且那边跑步机我也盖好了啊。很远吗？嗯，你可以设，你可以记个坐标啊。等一下哦，我过去。来。不然你记二楼好了啦，来楼上，来楼上。他原本不是长这样啦，我改成这样子。你记这边的坐标，在这里。OK， 那我地图了。太难了吧你？有地图，我做还是要打、啊。你看可不可以帮他遇到黑色迷你 Q， 他会很感谢你。他是想要迷你 Q 哦。嗯。他自己全部都在生迷你 Q。对啊。然后是黑色迷你 Q 原本绝版的，然后是杰克帮他把那个调回来。哦。那就是。生不生得出来就看我们的造化。好吃。我本来想说在家那边再盖个跑步机，那我可以过来这边跑着。你可以啊。看。你盖啊。围着海耶。你就被怪撞而已啊。怪撞还是还好吧。哎呦！反正你就只是做那个啊，运输带而已啊。对，就绕一圈的。啊！怎么了？怎么真的是谁来到我这里都是求编的？好了，来了。Again.写着 PC 楼叫我家啦，啊？那是原来 PC 放在我家嘞，就不要是不是？哎，那我去拿。这么好，免费 PC 这个，还有火哥的，谢老韩你。
丢在这里。晚上好 ，Hello Hello。没有，本来是想要七点开台，然后七点看到董事长在开，然后进来帮他弄东西，弄一弄就啊问我要不要开，我说算了不想开了，然后后面说啊好啦好啦开啦开啦开啦。没错。哎呦，我的箱子好像真的有点太乱。什么叫有点乱？你一样东西可以在四个箱子里面找到、欸，哎、欸，真的哦，真的啊！你那时候水之石还放了三个箱子，我把它合并在最右上的箱子了、欸，好扯哦！好，你也知道好扯哦。东西的模组，你知道？我知道啊，可是它不会自动堆叠进去啊。对啊，它真的就是自动整理而已。可以了，没关系。去做个不通球，不然贴没什么用了。啊，建议你养成插火把的好习惯啊！我都装 Optify 了，我还要再插子。你要顾虑到其他人的感受啊！好，好什么？下次玩模组再改。我努力，哎呦！很烦耶，插火把。不然火把的功能就是用来给你插的，你不去插它，所以我都没有做火把。我到现在这个伺服器没有做过任何一根火把，我手上那一根还是从别人的插在墙壁上的偷下来。好扯哦！啊，我本来要哭了。嗯，浪费时间哦，火把拿来烧东西。我叫浪费时间。应该烧东西就好嘛，啊、可以。什么意思？就是你一个可以烧八个，比做一个、啊、才八个而已。你一个火把可以照亮多少？8×8的空间呢、欸？啊！哎呀！但是你在直线的，它就没有8×8啦，嗯、对不对？东西直线插，你挖矿，你直线插那。对啊，你要想一下，你火把做下去，它是永续在发亮，那你那个东西只有烧八样东西而已。好了，你是没办法讲出什么说服我的东西了。我想不到什么。啊，哭了，笑死！好，我真的插一下。又不是叫你做红石火把。哎、欸，红石我反而比哎、欸，我红石比煤炭多、哦。你先做成砖吧，你，也不确定会不会用到啦，但其他人可能会啦。那什么歌德小，我用克隆剂我都用了不少啦。对啊，那时候我说，哎、欸，还好我有挖这么。哎，火哥怎么了？感谢米纳米会员。我本来前天开台啊，就前天那天40几度，我没有睡，直接开台。然后想说，偷到小鲜奶的东西在关台，那还好没有打这个标题。不用睡了，真的、欸。小鲜奶又很难出，他很难出，
对啊，他一天我那时候幸运点，一天是遇到三只啊。因为它是只要是森林环境都会有，哦、好看。但是我家这边有刚刚有出一只哎、欸，森林环境啊，你家原本是森林，你是把树砍光。哦哦，对。你是不是？你给我去做活吧，惩罚你。去写作文啊，去罚写，我爱活吧，写一百遍。你知道你那边原本还是出什么藏马兰特那些有的没的吗？对啊，他有出啊。对啊，他啊藏马兰特只会在那些森林环境出啊。那时候他第一次出的时候，就在我们面前直接生在那个小岛上面。我说：“哎、欸，是不是那一只狗啊？”我说：“对啊，是他，是他，是他。”这生物这么多、哦。我怎么知道？哦，现在我的代号就变超奇怪，我的代号不是姓的，就是地雷，不是地雷就是抽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还敢再玩过抽奖啊？哎，这个抽奖，哎，我超想问他那个抽到最好是什么啊？然后他们就不让我问，可恶。最好不知道哎。翘刺吗？翘刺又很容易出，我忘了，好久没玩了、哦。因为我上次抽了一整套钻装给杰克啊，杰。我那天不还被他挤掉。翘刺。哎，我。哇塞！我本来五到六组红丝做那个鸡做到零呢、欸，很正常啊，很正常吧？所以才会不想要出超梦啊。对，我超不想他出的啊。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哦，超梦哎、欸，好帅，好帅，好帅！后面不要啦，不要啦，不要！我要百变怪啊！想百变怪。没事，说这样突然跑进来好吗？跑进来跟你通话，没关系啊，就是没有问题。只要我挂在这里，随便都进来，真的，我肯定是神仙。翘刺三叉戟还是青龙？不是啦，王国啦。玄武是 Q 哦，是金灭哦。你们是没在抽奖抓到？王国战士最好就是翘刺，然后钻装，不然他就会给你剪刀什么的，剪刀、钓竿跟遇水铲。真会如是。哎呀，我现在缺一只百变怪，哇！不是，你要想哦，我哥说有多的百变怪给他，那对你现在如果有两只两只的话，那你有了第三只，你会就说我又缺一只吗？对啊，我跟他说我减一啊。对啊，我说万好，那万一你今天已经抽满了，对不对？已经有百变怪了。没有，那如果我找到第五只的，我肯定是先给他，他借那个魔环给我刻，那我肯定是先给他、哦，然后再找啊。你怎么会变得这么无私？你不是很自私吗？不是哦，我就答应好的肯定是要先的哦。哇，没有变了。我没有变哦，傻眼。嗯哼，嗯，哎呦，你这条鱼可以不要在我隔壁这脏脏脏脏脏，吵死！吵死！啊，你不是问我手把吗？嗯，对啊，我想换。我还没玩呢、欸，我买到现在还没玩游戏耶！笑死！笑死！你是断猎龙吗？之前？最近没人陪我猎啊，啊，
他虽然聊天室会说我可以啊，我可以，可是觉得、哦、好没有动力哦。不是哦，没买，你还没买，还是你不想买？我没买，我想说本来说要买嘛，但是买了之后蚂蚁那边又满了，然后就没什么人，然后就哦算了，不要买好。哦，蚂蚁那边哦，蚂蚁那边也很观众也很恐怖哎。对啊，他那边超恐怖的，啊、然后满了好算了这样。算了。不会啊，你讲一下嘛，一定会让你跟他玩啊。他会啊，但是他们那个很快，我跟不上哦。什么跟不上？我的那个进度肯定跟不上。所以要追啊，你快一点的话，两天内可以追到那个 DLC 进度。好扯。就全程一路用带着上去啦，然后后面帮你刷装备，再开始学怎么用也可以。虽然我以前是强调是要就从头慢慢打上来，这进度太慢了。蚂蚁打这种游戏很快啊，所以我才说我每次都是跟不上，然后就超难跟不上。叮。又没有好鲜奶啊。那怎么挣脱？特别顽强哎，各位。Metapod。终于没了。新的宝可梦珠子要玩吗？他一定会玩的啊，对不对？ Switch 上面的啊。嗯，对啊。应该会。什么应该？一定会。好，我们约定了。好，一定会。好。哦、会不会跟你玩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小没有啦，就是他是最新作啊，本传的。我没有，我连他上次那个阿尔宙斯都没玩。不是，阿尔宙斯不算是本那个不算是正式，他是类似番外的，他在讲说以前的故事而已。嗯，他本作的意思是那个啦，像剑盾是第八世代，日月是第七世代。那现在第九世代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几句话就是第八世代的东西啊，力招式就是第七世代啊， Mega 是第六世代啊，哦，然后这一代是把那个集具改成要钛金化，宝可梦会变成那个很像水晶的样子，还蛮好看的哦，你不要笑。你不要笑，听起来很神奇。怎么了？穿笑，没事。哦，没事。我想说，怎么出了那个东西在别人身上？而且属性会变。我现在都是，进度没有进度，还是知识追得很慢，没有什么在去
去研究这些。我还停留在上次四五星没了，够用了啦。哦，那差很多，因为四五星那时候。那个时候多，真的多很多东西。哪一个？就是、兑换的东西还是那插件那不一样。哦，对啊。你看，还可以买改变个体质、改变球形、改变色尾。对。还可以买那个新块。新块是打不到的啊，我觉得。新块打得到啊，许愿新块打得到啊。现在打得到吗？这里？打集聚打得到啊。我一颗都没打到过哎、欸，没有，主要是因为集聚洞太少了，而且出的频那个频太不频繁了，你有发现吧？大师，真的。嗨，你刚去哪了？刚吃饭。哦，吃。宝可梦只有玩过阿尔宙斯。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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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真的够了，是不是？嗯，喜翠地区是最好的地方。看看那些会咬人的宝可梦啊！我被你知道我被节草的狠狠的从鸟上面抓下来摔死吗？没事，就是我们不是就摇完树就是放坐骑飞起来吗？对不对？我忘记那棵树会摇，所以会掉出宝可梦。就我、我就是把果实采下来，然后放宝可梦飞走的时候，进入战斗画面，他就狠狠把我摔起来。我不会我死了吧？啊，在喜翠第一次死亡就献给节草鹅了、欸。又炸掉了。哎、欸，啊、你如果有那个头饰，你有想好说要去升哪一种形态吗？因为它在不同的环境跟时间点进化的会不一样颜色哦。我当然要粉红色的啊，我没有要滚它。那我晚点帮你。什么属性，我就知道它的颜色。我是怕偷的时候，结果还是偷到绿色的。哎，真的不要绿色。绿色很好看呐、啊，怎么了？绿色，绿色不好啊。绿色不好，绿色怎么？我想说，你把粉红色拿走，那我就把我的东西全部变绿色。嗯、什么意思？那你为什么不养？你为什么不养侏儒绿色的宝可梦？对啊，对不对？我抓不到啊！你什么意思啊？我抓不到。我有一大堆，我可以帮你抓一大堆绿毛虫，你要不要？我有哦，绿毛虫。那你就养绿毛虫啊，不要让它进化。你看裂空座，我要把它改名。你有裂空座了、哦？没有，我把绿毛虫改名裂空座。哦。什么心态啊？哎、欸，那好哎、欸，这个心态抓不到没关系，我有他儿子。哎，我先做那个跑轮好了，自己跑好累哦。还好吧，现在都可以飞着跑了。以前不能飞。以前可以啊。杰克那时候的可以啊，可是更早之前不行啊。哦，那我没有更早的时候。嗯。哎、欸，你18了对不对？嗯。那就好了。没有一些刑事责任了。可以乱讲话了。哎呦喂啊！要红石灯哦。对啊，去地狱吧。是不是下地狱、嗯？它上面的燃料一定是浅绿色吗？一定要浅绿色，所以去沙漠吧。没事，我有中仙人掌。哈。
你笑我 PK 来，没有了，真会如此。我为了染那个电脑，特意去吃了趟沙漠。啊，好。你为什么喜欢绿色啊？哦，不行哦，我喜欢红配绿。哦。哎，那问一下，为什么你身上找不到绿色元素？没有，我旧衣装有啊。新的没有。哎、欸，为什么你新的没有、啊、因为新的不是我设计的。哦，那、啊、你就直接丢给别人这些设计啊？对，我就是说，我的性格，然后我的感觉是些什么，然后他给我这个。哦。然后我问一下，你确定吗？他说他确定。好，那我信他。哎，那、啊、怎么截到了？哎呀，哎哎，零零零零，飞我 TP 我 TP 我，快点，好东西好东西。那你等我一下，不然我帮你抓哦。什么东西？等一下我再打。你的哦，好好，我帮你顾好。哎呦，打不死哎、欸，好烦哦。我怕他被打、欸、我帮你抓好了。我现在是母的，太好了太好了。等一下哦，我给你看。你真的好强哦。欸、对，搞不好你有嘞。你上次粉红色梦妖魔死了对不对？什么东西？哦、oh, ，好像死掉了。哦、oh, ，没有啊，因为我又遇到了。我来了，我在你旁边。等一下、啊，你给我逃啊！啊，这里好了。哎、欸，抓到了！太巧了吧？哎、哦，根本不用进入战斗啊！还有这只啦。这只因为球壳用错了，哎、啊，这个好可爱哦、喔！这个如果你遇到紫色的铁甲蛹，你可以拿，你就可以抓它。我想说，嗯，没看过它进化、欸，哎，进化看看哦。对，这是毛虫进化的，对。我是在树上看到一只紫色的铁甲蛹。哦，你要紫色的、哦？嗯，进化成八大蝶嘞、欸。不，它就是进化的、啊，要进化的啊。我进化了，我拿到了。它是球壳，球壳要粉红色的、啊，你有吗？不是啊，球壳没有哎、欸。对啊，没事啊，那只蛮好遇的啦。那只在梦幻那边就可以会生了，真假的？对啊，嗯，带干岛形态的嘛。他们会生在树上。那只就是观众一直跟我说，你要去抓，你要去抓，很好看，你要去抓。我是带干呐，他就写粉色啦。没有。我被恭维。没事，变了。哎、啊，怎么这有一颗钻石？还是我要去继续蹲梦幻？不对，我要做输送带。我梦幻还不够，是不是？还要带更多？他需要更多。那我梦幻够了，我需要更多的百变怪。他是个无良繁殖场。没事，我找那么多羊毛就是为了今天呢。是吗？不是啊，你要提前准备，就是用蛋糕啊，怎么是羊毛？蛋糕不能那个、啊，蛋糕也要收集啊。啊，对啊，所以要提前收集啊。我先用羊毛，之后再用蛋糕，再换啊。不会，你绝对不会。怎么会这样觉得呢？你想骗我，没有用。认识你这么久了。迟总有一天我会换的嘛？不会啦，我来看究竟是你哎，换、欸、一块蛋糕不算哦。我就在看究竟是你先换还是伺服器先关。哎呦，要换整片的哦。整片也太难，我超大哎、欸。
你是阿喵耶、欸、吃超大、欸、蛋糕还不能打掉耶、欸、可以用丝绸啊，不行啊，哦，试过了，哎呦，好吧，听不到了。我那时候被观众骗很多次，我骗了15块蛋糕，气死。要甘蔗对不对？我要去打甘蔗。对啊，你看到咕咕啊，那些鸟宝可梦都要打。他们有吗？他们有啊，有鸡蛋啊，我有甘蔗啊，有鸡蛋。虽然他们说箱子里面有，可是用量也还好。箱子里面真的有啊？我知道啊。大概有个几组吧。那再来你要抓大奶罐去捞他的奶。哎、欸，我有嘞，我有侏儒大奶罐，开玩笑，我有哎，侏儒大奶罐。然后，你的东西越来越一言难尽。对啊，他就怪怪的啊。哎、欸，我升到是侏儒的重幻马，好爽。什么马？重泥环哦，环马。不会念哦，烦死。没事没事。哎啊！我要把我的大奶罐拿出来。哎呀，找到一只侏儒很爽。你要多抓几只哦，因为它要放出来，它会开始算 CD， 就是你后面要跟着大奶罐一起走。他就跟着我吧。哦，这还蛮好看的啊，这个羊毛很有艺术感耶，丑死了。这游戏没有防烧，你要小心哦。知道啊，那样火烧丛林。我们这边有个纵火的哦。可以啦，不要纵我家就好，我家也没什么，除了羊毛可以烧以外没啦，就羊毛啊。啊！说你为什么烧我家？我说没有，这就是那什么热情。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芳心纵火环之类的。真的会有迷你 Q 吗？没感觉。嗯。烧的时候，嗨！你怎么这样撞啊？这样撞很危险哦。嗯，也不是说危险的，对啊，会吃掉一些。没关系，奶怪，你可以不要入党入队。我的奶怪跟家用一样大、欸，好赞哦！他要放个10分钟哦。嗯，我忘记 CD 多久，反正就是要放着 CD， 不然你不能一直捞他奶啊。早期可以啦，早期就是一直在榨干他。真的是很可怜。哎、欸，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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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捞了。可以捞了。那可以一直捞吗？不能一直捞，但要只要等一下下，但是很快。哎、哦欸，我刚好很多铁桶。也不用很多铁桶啊，你就3个就好了。还没啊？以前捞。我还没那个，我没干就吃了。哎、欸，对，那边可以采个甘蔗哎、欸。欸，我帮你看个东西哦，跟宝可梦无关。好，
哦，果然欸，你要不要买？要不要买？魔物猎人啊？怎么了？现在主本那个49%已经搬家了啦，但第二季没搬家。对啊，我去看一下。你先去看一下。因为想到今天滑 FB 有稍微瞄到，然后说有折有折，又打魔物了吗？其实我连第一代的魔物我都没破完。什么叫第一代？你说世界吗？世界不是第一代啦。是哦，当然就是那个我没破完。嗯。啊，稍微那没差，又离职也没破完啊。哇，他的 DLC 比他本体还贵嘞。他的 DLC 会做的比本体还要多怪，现在还在陆续出啊。他到几号？17号哈，不急。没事啦，他现在特价，他现在都会时不时搬家再买了，不用担心。怎么啦？这是看绿色，哈哈，我怕那个时候超重棍真的是打到我要下火。你说世界的时候？嗯。你要想一下，我世界拿狩猎底。我是新手哦，我完全不会玩，就拿狩猎底在打哦。那你比较狠一点。我打一只屠杀龙，打了都已经时间快到了才打死。真的是好狠。那时候就有人说啊，不要拿那个啊狩猎底啦，很难玩欸。我说没关系啦，就玩看啦。真的好难玩。这狩猎底很帅欸。你这一代吗？嗯。对啊，这代使用率变超高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不去碰它了。我就喜欢去玩冷门的武器啊。我觉得帅就好。有啊，醒来了，叫他。安安。嗯。所以你要大量的裂空做吗？我帮你抓。不要了。又不要。女生说不要，是不是真的是要啊？啊，不用客气，来了。并没有。来了来了。并没有，并没有，太多了，不要。不行，女生就是喜欢惊喜。傻眼。我要放一大堆牧场祭祖在你家。那可以。然后我自己的哦。不行。我自己的牧场祭祖。那就不要了。你不是喜欢绿色啊？为什么会讨厌绿毛虫？不是。虫子跟绿色是两个分类。那所以咧？因为它是虫子，所以我不喜欢。哇，你这个人。哦，这是虫子真的不行。好扯，虫子真的是应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消失后，你会看到很多鸟类会饿死。我就吃不到鸡肉之类的了。哦，你要想一下，好像很有道理啦。
你们是纠团出去玩，我只看到你们自己在编自己，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如果他第一个就超猛，我怎么办？嗯，错，我先做机子，先做。嗯。哇，到铝不够了，我刚挖了去哪里？哇，玲玲，你们有没有黑曜石啊？去中介挖。我要回去看欸。啊，没事，我等你去挖。哦，我还有一点。没关系，我回去看一下。OK， 我去看。你好狠，你这是随身带岩浆就是为了把自己烧死吗？想问，就是不是说一直抓同一只会增加色围几率吗？我解释一下，你会发现它不是左上角会出现什么连锁一、连锁二这样子吗？它是会在你附近出色围的几率增加，而不是那只宝可梦的几率增加。所以你可以选择抓比较常出，像波波或是绿毛虫，一直连上去，然后附近就是会增加色围的几率这样子。哦、好吧。对，你是想连锁哪一只？喵喵，哎呀，喵喵，那是粉红色的，那只很难出吧？我刚刚在那个花木森林很多喵喵哦，我没有黑曜石哎，我只有一颗哭泣的黑曜石，没事没事，好了啦，阿喵，好了啦，好了阿喵，去挖了好不好？阿喵，有了，我有了，我真的去挖，等等，还你！怎么有人丢了个铁？然后去看戏。我有稿子，我有稿子，不用担心，我只是懒，我真的有。谁知道呢？对不对？我只是单纯懒而已。不然这样，就说这只猫很皮吧。你这只猫不行哦，只是有点懒，怎么会呢？哎，谢谢啊，抢到了。凡是我发现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嗨。其实我月之石我找到了，对不起。没关系啊，我等等还你。没关系啦，还有更可爱的啊，皮皮进化成皮可西也是叫月之石啊。啊
哦哦哦，对啊，你先留着。为什么皮皮很强欸？哦，对，我已经满了，我不会抛下他们的。哦，啊，万一有更可爱的出现怎么办？再说。好。但没办法，胖可丁换不下来啊。唐兰花那个蓝唐花，对啊，唱歌他点到为止。哦，我看一下，皮皮好像也可以。硬要怎样？可以唱歌的都行。好。哎、欸，皮皮会挥子弓哎、欸，会怎样？挥子弓是什么意思？不是他，他的技能是抽奖，会用什么技能招式不知道。嗯，哎呀，怎么了？又是超梦啦！快点啦，跟着梦哥走了啦！啊，梦哥那样，哎、欸。我想你了、欸、不要跑了不要跑了不要跑了搞过来什么烂梦烂梦他不要吗他怎么我是说那个啦 我是说那个剑齿呢对啊他不要吗他人呢？他不要我就抓了。我要不要帮他抓？要他？你要问？那往那？他咋飞？那我先帮他锁着啊！等一下、啊，你先帮他锁着。哎 ，Fred 哦，拉倒。好，你去用吧，看一下。我要继续用另外一台机器，没关系。哎，我们第二只超梦要出来了啊，各位准备啊。没关系啊，这没关系。看一下哦。对啊，皮胖对吧？皮可西也可以唱歌啊。皮可西？对对对，就皮皮进化、啊。我看一下他长怎样。粉粉的，有翅膀。蛮可爱的，然后皮可西是比较偏肉盾，所以是比较多人喜欢带的宝可梦。也行啊，但我没抓他。嗯，他要去高山，没事啊，跟他去高山蹲点。没事啊，没事啊，你那只怎么都比白变怪好出了，对不对？是吗？这白变怪真多嘞。啊，确定呢？我觉得是你太贪心了啦。我也觉得是太贪心。你看看我，这人贪是他们。等等，我离开，我离开。请问葛拉西蒂亚花是干嘛的？那个是给一个哦，另外一只很可爱的宝可梦，他带的，他叫做谢咪。OK。嗯，绿色的小羊。杰咪，谢咪，谢咪还是杰咪？我、哦、都可以，翻译都差不多。看一下，哦，你说那是神兽吗？对啊，幻兽，对，那只、欸，我有那只、欸，你有哦，我有那只啊，那你可以给他带啊，他就变天空形态。那我来看一下他会变怎样，来去看你。好像，等下我先看一下它进化后行不行。嗯，它可以变回来啦，你就是把道具拿下来就好了。可以啦。哦，对耶，这火哥给我的腿八千忘光了。哦。不是哦，因为谢咪当初是用高气球抓到之后，我从此对它就没什么兴趣。哦，难怪。看一下我的。哎、欸，不好意思，跑嘞、欸！哎、欸，有吗？他不在、欸，你要放在他身上，放不上去、欸。啊、哦，你先收起来，先收起来。不是放他身上，就是对他右肩。对啊，还是叫白天啊？没有分吧？道具没有分，好像。不理他哎、欸，不理我哎、欸，哇，右键也不行吗？嗯，不行。嗯，好像等级太低，他七十等够吗？没有，那个无关。还是叫出来，我叫他出来啦。
fuck you 一出来啊，我去找火哥。哈哈哈哈哈哈！他根本不理我，哥！再不屌我，头一次吗？好，他看起来是坏掉了，他坏掉了，没用的刺猬，要你何用？给你给你火哥给你，这有交换器吗？还你还你还你，你试试看你试试看，这好像没有那个哎、欸。我们在家在土司喵者。我们在，我等一下去找人家。那我骗你呢？一分钟。你看这只，我本来想问你要不要这只，因为它很小只。它是侏儒吗？小、欸、你们家根本就没有交换器片，在隔壁啊，那个熔炉旁边，在隔壁哦。好，去下隔壁，走走走，火哥，泄密天空行都要白天了、哦、嗯，哦，要白天是不是、啊、是晚上是不是，嗯，好啦，哎，好啦，你家下面有岩浆吗？我现在有岩浆啊，怎样？要干嘛？我有岩浆壶，我也要死，我一组黑曜石用光了，哦、好棒、啊！我哥在骗我，是不是？哎，我哥算你狠。我跟你说，尤里家的那个岩浆多到可以做成岩浆壶，你可以。你看了没有？你找一个岩浆吃就好。我找个看一下地图。现在是白天吗？天晚上，天晚上，这、很晚的那种，快白天了。负一四零零六三五二，放生宝可梦可以拿到什么钱吗？没有，它就不见了。它只你只会得到它重新的谢谢。哦，很棒吧？真的好棒、哦！打雷了，完蛋了！哎呦，我怕雷哦！我直接把那个声音都关掉了。你们虐待宝可梦？哪有？太可怕了！怎么可能会虐待宝可梦？怎么可以有这种人？你们这个不能当的养殖场，往里看。哪有，我们都是一配一单对单。你右键百变怪，它会显示疯狂的爱着对方，我真的是非常人道的，好不好？很小我看，没有，只有主人看得到啦。哦，这就是主人对四主说的。哎，没错，我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喜欢，非常爱着对方。对，哦，是这样，没有强迫，没有强迫，我不会做这种事情，不人道的。什么非法养殖场，就说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是这种人吗？嗯，是。这种人我曾经看过啊，黑色那个啊，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像啊。啊，我不是要色尾啊，我只是要全图鉴而已，我简单一点。这全图鉴，哎、欸，隔壁竟然是红土地形吗？哎、欸、哎、欸、，Hello。哇，好扯哦。传错了，以前都没觉得黑曜石那么重要啊，我一直觉得黑曜石很重要、欸、我没有，所以我之前都喜欢去中介把一根挖掉，一整根挖掉，哦，那一根挖掉是我是纯粹的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会把它挖掉。哦，那时候挖到好累哦，很累，身上都好几十株。到为止。那个时候是全部人都在挖，因为那个
要，然后我们就住在那边，然后把它挖掉。没有，当时是被困在中介，啊，那就回家也回不了家。那时候是纯生存，没有任何资历，然后伺服器上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被困在中间四个小时，然后只能祈求一些人过来送粮食给我吃。18没有啊，就是因为有资源世界的东西，你在资源世界睡觉的时候，然后你他会说找不到你的床的位置，然后在那次之后，我好不容易回家了。就过没几小时，就下一个人也被困在中介了，很闹，循环。对啊，35，现在啊。欸，果然还在抓，直直的。我可以不放钻石砖了吗？你不要放钻石砖啊！你放铁砖啊！对啊。来去补好，但是还有人想要超梦吗？不是，你要想一下，你运气好，超梦飞走了。好，我再试一次钻石钻啊！如果他还是超梦，不是啊，你就是要失败啊！为什么你还是丢钻石钻？那因为有人可能想要啊。哦，没关系啊，你就拼嘛，拼铁砖的啊。好啊。对啊。运气。对啊对啊，超梦哥，梦哥，梦哥，哎。很倔强哦，梦哥很会飞、欸，又错了，白痴，真的，哎呀，哎呦，完了，他变成了任性哥。哎呦，哥，他长得太任性了啦！百变怪拿重复球是不是没料啊？嗯，有料啊。但是它上面没有写重复捕获那个。没有重复捕获是你要一直连续抓同一只。哦。那重复球是你曾经抓过。你看，你又不懂这个，只知道乱抓。我都乱丢。哎。非法。上了吗？哎呦，他抓到了！瞧瞧我的
想抓到了。60颗球。就是你了吧，小心啦、欸。那我70跟你说。跟你说。天哪。哎呦，他现在那个啦，他那个机子坏掉了。你不右键他，你不会知道他有蛋呢、欸。哦，是哦。傻眼，我想说怎么都等不到。那稍早看你的台，有看到一颗蛋在里面啊。那个他，但是我现在完全看不到了。哦。然后现在是要右键才看得到。雨停了，雨停了。繁星的宝可梦特性可以用察觉看对方的持有物。不是不是不是，我现在要抓，主要也是因为要抓那个有那个超级巨的。没有没有、哦，我知道察觉啊，可是我比较喜欢用小偷啊。没有啦，我现在要抓小仙奶是因为可能可以不用喝那个、啊、几巨汤。嗯，因为抓的话还是有机会遇到那个。不用喝几句汤的，因为不然这样子你超级句也不会有蛋糕出来，所以每个都抓、啊，看到就抓、啊。我去补一下。你知道察觉是干嘛的吗？不知道。可以看到宝可梦携带什么。哦，他通常都有带东西，不一定，所以才会有些是什么期待的道具几率是什么5%、10%这样子。那我现在带的这只那个黑暗鸭，它的特性是超幸运，在游戏里面它是可以提高宝可梦期待的道具的几率，对，嗯。之前是为了补图鉴跟进化去狂投，拿着那个阿伯索鲁，也是超幸运的，然后就狂投。阿伯是超幸运哦，他有超幸运啊，黑暗鸭也有啊，不然就是要复眼嘛，复眼就是八大碟。然后他因为八大碟也可以学小偷啦，原来好用的啦，谢谢杰克纠团，早安杰克，可是我觉得这游戏超幸运没有用啦，开始看人的，因为游戏里面是你去草丛遇到怪的那瞬间才会判定啊，这个东西就是怪就是在地图上面了，在想说东西都已经确定带好了啊，所以好像真的带察觉比较好啊。好啦，我去看察觉那只比较好。啊，察觉。杰克还在吗？杰克還不确定，他还在吗？嗯、不是想跟他讲，真的没有黑暗的迷你 Q 哎、欸，我们运气太差了哎、欸。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啦，杰克就这样讲。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啦。好，
安蹲皮皮，有没有皮皮呀、啊？再看档案，杰克说再看档案。我都打好说你要好好对这只白还变怪，然后他就说之后再给。哦，胖可丁就有察觉了，那我是不是要抓一只胖可丁？黑暗魔力，歌德宝宝。嗯，我现在多一只啊，趁我现在多一只，我没有多一只我就不会给出去了。没有一只我喜欢。哎，黑色迷你 Q 几率多少？他说其实就跟普通迷你 Q 一样啊，然后跟普通迷你一样，没有，因为那有调过啦，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跟在陪他做啊。哎，皮皮出来了，你要不要来？玲玲，玲玲，哪里？在我这儿，在高山。高山啊，在我在高山蹲他，见了哪里？前面啊，那一只啊，那难蹲是吗？哎、欸，不会到难蹲啦。小木里南瓜怪啊，我这只怎么先睡了？哭啊！哎、欸，这里没有那个机子哎、欸。我有了，我抓到侏儒索罗亚了，我不需要它。这女人不能这样欸。哇，干嘛？绿色的小山猪欸，好可爱哦。绿色的小山猪，好可惜。没关系，它虽然是庞大的，但是我应该可以好好对它。骗子，你看双标，天哪。好了，它很绿，它很可爱。不行，太双标了。看你是骗化者，哇！迷之果，哇！狂刷迷之果，哇！我没有带点到为止，哎。Zubat，Zubat，Zubat，Zubat。当初哦抓炎帝的时候，不要再提那只坏狗了，那只狗狗就算了吧。哎、欸，我现在侏儒房有两页了哦，好快乐、哦！抓到了，但我觉得胖丁好像比较可爱一点。哦，我觉得差不多。那先收着啊。觉得他们两个长一样，我以前分不清。我好过分。
Copa Luwong 在谁呀 ？Copa Luwong 真叶林有可能在我们这哎。Copa Luwong 哦，另外一只四只脚着地的吧。哦、啊， oh, 再见。我不想看到他。那我去啊。那你去哪里去死啊？从高处跌落不是有免哎、欸？对啊，为什么？为什么？色尾。来去看，来去看，这围的长什么颜色啊？哇靠，好看呢、欸！等一下，我看一下。哎呀，它好可爱哟、哦！蓝色的、哦，这个配色很好看呢、欸。哎，它不是粉色的，送给你们了，送给你们。他没有办法在战队上存活。Bingo！ 但是他好大只哦，感觉不是侏儒。色尾居然很难吗？4096/1耶！哦哇，那那跟那而且是出神兽哎，不是出一般的怪。对啊。不是哦，他很可爱的，不是你的菜是不是？黑色是不错的，但是侏儒还是大于一切啦，对不起。嗯，今天粉色也是大于一切啦，国美呀，我在大笑啦，我的团队。同系列有一只粉色色尾的，哪一只叫什么？哦，那你是要蹲得到那只色尾啊？又是几千几亿分之一，你要确定。啊，我去看一下。嗯，你要相信自己运气就可以了。哦哦，是这样。没有，他们我本来。打那只烧矿那只，他们也跟我说两大箱才一只啊，那结果烧几下就出来了。那时候小雨也是啊，小雨那时候一直在烧东西，然后那只一直跑出来打他，说不要再打我了，然后就抓到了。嗯，我的哦，我都拿去种了，我要做蛋糕了。我这个美好的繁殖场长大嘞，你好啊、哦。这花可以重复利用是不是？可以啊，它可以啊，可以啊，跟湖畔的湖是一样的。哦，那还蛮可爱的耶，可惜你的球不是粉色的，所以你回家吧，爸爸。求是一切。马托，恰雷，有山竹哎，我要抓这只山竹。啊，拿错了啦！我把奶罐拿出来装奶，啊，你怎么出来打架了？看你还被烧了，现在火烧牛奶。哎，求雷姆马马沙纳安里奇，蛋糕。现在变得很难打哎，那个升级组件。没有啊，你单纯一般系这还好啊，又不是复合属性，复合属性才需要升级。但是越多还是越好、啊。没有，它有个上限值、哦。所以你如果都你如果都放蛋糕的话，马上就可以超过上限值。蛋糕加三你也知道啊，羊毛加二啊，所以才会叫你放蛋糕比较好，差一差很多哎、欸。
你没有岩浆吗？你要岩浆做蛋糕？没有，不是啊。我说你居然是溺死的。啊、夜晚。夜晚蛋糕怎么做啊？小麦、牛奶、糖跟盐，一个人就自己擦。哦、我要小麦、欸，对吧、啊？种田喽！啊，我玩这游戏快一个礼拜才遇到招式招学狂，我天哪、啊！招式教学狂，我遇到很多哎、欸，我真的不会遇哎、欸，遇不到、欸。Hitmonlee 小麦哦，小麦，我那么多种子吗？三小麦种子种子黄昏夜晚哇我没有任何一颗种子都被我扔光了是不是哦，皮皮是超级稀有哎、欸！天啊，所以皮皮是超级稀有。刚刚那个玲玲抓的，不好，它不好出哎、欸！天啊，我觉得这里的超级稀有都怪怪的，是不是？怪怪的。不会啊，迷你球就真的很难出啊。哦，我开始要蹲啦。你们请问有骨粉吗？你去打狗。没有，我好像可以把这里的海带全部打光，没事。啊，什么意思？你是要弄堆肥桶？嗯。哦。我们家有六组小麦耶，你要不要直接拿？骨粉啦，我骨粉。骨粉？那骨粉是要拿来干嘛的？种小麦。啊，人家不是跟你讲说小麦有六组哦，哦，你是要把小麦拿去用堆肥桶是不是？再拿骨粉去用小麦是不是？哇，有动机耶！好吧，就是好吧，想说算了。所以我想说，哇，你要靠自己了哎，你怎么了？阿苗长大了哎。我讲小麦在这边好不好？这一排，然后骨粉这里面有，这个箱子有，你随便看你要哪一个。小麦在那边。哎、欸，你好扯哦！我是有点傻眼，我也很傻眼哎、欸。不是哦，哎、欸，你甘蔗也好多、哦、啊。好，应该没啊。鸡蛋，主播有点晕了。三八四，啊，倒也没有，问如不需要。我以为到这样，我的脑袋里自动转换是，哎、欸，这里有六组种子哦，你要不要？想说好啊，好啊，种子也有啦。如果有想要的话，这是云南梦。三桶牛奶。三桶牛奶，两个糖，一个鸡蛋。对，这边列空三桶牛奶。基拉奇，你的生成点怎么不太一样？哦，改良历史三，什么意思？基拉奇要有很多历史的三，哇，完蛋了！哎、欸，它可以一次捞两桶哎、欸，奶那么多、哦。对啊，你奶那么多，有料。
MODIFED MODIFED 什么 human 什么 human 啊不是哦基拉奇的出现地哦对啊你在看啊他是说要很多历史的地方高山他那就是 Hill M 的部分你就直接 F3 看就好啦我在找啊你当我是新手哦来你帮我你帮我找我帮你做蛋糕你帮我找不行啊我在等牛奶而已我什么都骑了不要我不要出去我帮你挤奶啊不要不要不要出去你是长你是一个成熟的猫猫一只猫了没有我是废物我还是那个废物我还是从前那个废物没有一丝丝改变放心、啊、我还是那个我我下次肚子饿经过我就吃一口蛋糕啊好像只要不是最后一格好像都行我就吃完它我说这边自助啊无限吃到饱这个吗嗯吗杰克说档案正常真的考赛好谢谢杰克2%几率2%二很高欸对啊二真的比其他高很多但是都没出欸没事啦二而已看那个5%抽不到那个发带哇突然发现很多历史的那个好像也不好蹲欸是这里吗不是树那这次还有没有深海的那个啊盖欧卡吗不知道欸他不是有一个深海的那个什么就是直接去深海抓深海的那个那些东西吗深海抓哦你说淹死宝可梦哦对啊我没有接到那个任务欸嗯所以这边没有淹死嗯尤安安哦没 MOD 哎粉色的绿毛哎来过来粉色的独角虫嘿 Corvi Squire 嗯，我也测试他那个丢鸡蛋，我丢了两只活鸡出来，两组。嗯，我那时候是丢一颗就出来了，然后我那时候跟杰克同时吓到，我说：“哎、欸，这是火之鸡耶！”这我是不是火鸡？哎、欸，那其实，哦。尤里这边可以，也可以等到裂空座。裂空座吗？裂空座不是要那个吗？哦，群山现在改了。你是不是想说向日葵花田啊？想说那个要很难找。哎、欸，唐安安。我要用什么来着？向日葵也可以得到裂空座，所以就是变多而已地方。嗯？哎，这算是地图？他这边没有写啊，这边是写群山而已。
就是可能就是加上。No no no no, no.。Only 啊。嗯，对啊。那我们就在讲新版嘛。对啊，他又说：“哦，你们是说新版的哦，这样子吗？”没有，他说香野可以等到立空座，又或者新版把香野可以拔掉。不知道，随便啦。这种讲运气的东西，就算该有的会有。平常心啊，女作为施主。嗯，花言怪又生了，又是花言怪。我是绝对不会让我那只美露谈进化，它进化太丑。哇，一公一母啊！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这么爽。啊，他现在好像不用逛哎、欸。逛什么？奶头不是奶球不用逛。你有听到什么吗？我是觉得那点夸张啊。哇，奶球他不用，就是可以直接奶球里。现在这个台这么开放，是不是？我不知道啦，怎么他成年了之后就变这样子了啦？不是哦，他以前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欸，嘴瓢了啦，哭啊！好扯哦，不是哦，你的这句话聊天室都动起来了、欸，谢谢你。不是哦，昨天跟茄子讲这个叫太毒了。哦，你是怪茄子咯。然后我们昨天我就跟他讲，我有那个粉色的奶，那个吗？对，粉色的地鼠，然后他说粉色的奶，他说跟是第一个，我这边你要用吗？用什么？你的粉色什么吗？这可以一直用吗？只要你没什么东西啦。等一下，反正现在，他只要没有出超猛，就可以一直用。他有在听台的话，就是超猛会把这台机器给毁了。只要不要毁掉，都可以一直用。毁掉就要重做一个新的。我已经做四个了，我不希望这个也死掉。我的报酬很简单，我只需要一只百变怪。然后你丢钻石的话，三个钻石就是 50% 几率出超梦。50%没错。那你用铁跟金的话，就是几率往下降。我可以帮你提供，就是钻石跟铁。钻石比较高，要两颗百变怪。右键哦。你先把它收回来，右键。你只能用三次，如果用过就没办法用了。一只梦幻只能用三次，也没错。对，它会痛。你笑什么？没有。你可以跟我讲你在笑什么吗？我只是觉得它太痛了，我觉得它可怜。你有同情心吗？你看看那些百变怪，我就说他们都是出生入不是成双成对，出生入死嘛。哎呦，你进不进啊？要进不进？你进不进啊？你知道早期是可以一次丢，一个机组可以丢八只吗？这么爽？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蛋多到孵不完。那结果前一个版本就摆改成一夫一妻制啊，一个
一个家只能有一夫一妻，怎么可以只有一夫一妻？这什么年代？哦哦，听到了。还是你是鼓励一妻多夫？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也不是不行。哎呦，等一下，我有一只百变怪是侏儒，我一直找不到它。我好勤奋哦，我就开始做蛋糕了。天哪！哎，一次我可以抽哦，抽两桶最多。不要乱捡精华啊！谁都有嘴歪的一天，我只是歪的有点多。没有嘴歪还好，是歪的好不好笑，是不是这件事另外一回事啊。真的还好啊。那你要把阿名字改叫粉色奶那个吗？我没有改，改啊、我把它换走了，我给茄子。应该叫粉色奶牛，没有说大奶罐呢、啊。不是哦，它不是粉色的、哦。那大奶罐是粉色的、啊，别人不是、欸，别人有六颗，他只有四颗，你呢？对啊，怎么了吗？那他的头是粉色的，是啦。对啊，又不是黑色的，嘛、啊啊啊？没事。你又想到了什么？没事，我只是觉得脑想，突然觉得脑想，嗯。笑他肚子很饿。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嗯。我还没吃欸。我也还没吃啊。走啊，我们去吃啊。我想不到什么东西可以吃呢。牛奶。没有。我前两天就是点外卖啊，然后点完每次都吃不完，就不想点了。今天 peace。不能浪费食物啊。我没有浪费啊，我都每次都要吃到凌晨，傻眼。在玩游戏啊。哎呦。在玩啊，不好好吃饭啊。浪费时间呢、啊。哎、我不应该硬撑的，我应该开空调，我要热死。你在撑什么？我想省电。哦。啊，怎么现在不想省呢？黑的。等一下啊。太热了，真的受不了。几度啊？现在我没有看，我房间没放那个，太热了，热、到猫咪都不进来。哎，他本来很喜欢待在我房间。看一下哦，伊拉奇烈空座啊，都是清晨黄昏啊。下午黄昏，因为下午跟黄、哦、下午夜空座是下午黄昏，其他其实黎明清晨。啊，现在下午哎，天哪！现在下午。来蹲。哎、欸，我要蹲。大奶牛 CD 变快了。那你要不要试看剪羊毛？剪羊毛真的没有，剪羊毛那个真的是等很久、哦，等个十分钟都没长出来啊！等个十分钟毛都没长出来，傻眼。
赚到了。没有人要抓梦梦了吗？百变怪跟百变怪生会生出百变怪吗？好像不会。我没有生过啦。Google 一下 ，Bingo， 会哦，嗯，那就是运气问题，那又是继续问，等待我的指示，然后卡住，小哦，没事，小，你生过一次，啊这。百变跟百变不是随机啊，不是百变怪也算是随机啊。百变怪不是宝可梦吗？它也算随机，它是没有，我觉得它应该有个旨在，因为那时候常常吃到同一只宝可梦生超多次的。我没有哎、欸，那时候妙蛙种子还是什么的，黄生。我没有生过妙蛙哎、欸。你说之前哦，我想说我都怎么都没有遇到过妙蛙之类的。我存一夜再生好了。Macho!我只有四只异兽，木材怎么了？太少了吧？那我想说，我的神兽比我的异兽还少，奇怪。神兽比异兽少，很正常吧？我就一二三四，刚送掉一只哦，一二三哦，没有哎、欸，幻兽比较少。你神兽几只？神兽一二，好，你比我多了。三十，第二，我刚才送掉一只，我送一只给火哥。送什么？鹿，凯鹿什么东西的？哦，那个太没用了。是你不喜欢它而已吧？多少没用？就没什么，就没什么用。
哦，凯路迪欧，对。哎，干嘛？好像他是不是想跟我领花眼怪啊？天哪，这个人！哦，他的清晨跟黄昏是12个小时哦。嗯。哦。我说怎么已经11点了，还那么亮。
好扯 ，Hello， 怎么了？欸，不是欸，他没有用临别礼物欸。你看一公一母，这只还是开台抓到的。对，这只 IV 多少？我的黑色迷你 Q 呢？遇不到啊，遇到蹲超久的。稍早有请杰克再帮忙看一下。有说还是没问题啊，2%，好晒。Boss， 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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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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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你不点他不会知道有蛋，奇怪了。大嫂。Again. Again. Again.
手机孔坏了，决定买平板啊！怎么好？嗯，有这么好啊？他那个值其实满了，有什么好啊？他送的，他生的比较好吗？还是怎么满了？我说那个值如果满了，什么值？生蛋。哦，他就是越高升的蛋越快啊。哦，我帮你看一下哦。因为其实单一属性也不用到那么好啦，就是蛋糕那些只要是给复合属性用的。嗯。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就那时候存。努力。抱歉，您所查询的网址不再存在啊！没了，旧的，哇，可惜。哦，删除。没事。Nanopod。嗯，来一杯茶。不是，最高。大王。奇怪，这树果怎么长得特慢啊？因为没有水分吗？不会吧，树果。对啊，隔壁的招式果都好了，这树果还没好。它最高值是多少？可以查一下。你是疯疯狂的爱上吗？疯狂的爱上的话，它本来就是啦、啊。羊毛的话，那就不用变了啊。Again. 那我不用变蛋糕哎、欸。不行，你就要变。我需要吃蛋糕。好吃啊！
那我好，我把这两行换掉，其他都用羊毛就好。哇，他这样改素果真是有够烂的哎！素果以前真的好很多，然后因为打集聚洞也会掉啊，打 boss 也会掉啊。嗯，但是采集那个真的是。那我把我这里绕一圈房输送带好。啊，不行了，不行了！突然觉得好，不是因为，我原本七点那时候想要再回去躺一下，然后就帮阿喵用到九点。你家也有骨粉吗？用到九点的时候发现，哦，不行，好困。你家有骨粉？有啊，刚刚你开的那个箱子。有骨粉，有骨头，真的可以拿去用。好。对，所以应该先开到这边了啊！晚安，晚安。你家怎么进去的？下没有要睡啊，就只是可能等一下会长时间离开位置一下啊、可能洗个澡、吃东西。哦，看到了，发个呆，对，算休息会啊，会休息啊，只是会不会睡不知道啊。不是，这果实真的长了吗？我还特地去打这个，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颗果实才是长这棵的树。是缺水啊？我去看一下哦。浇个水看看，看会长大啊。对啦，那晚上不知道，如果有休息好的话，半夜再来开台啊。啊，礼拜一的话，现在也没有高校了嘛，也是随便开，所以不用等啦。感谢大家啦。打完关台。啊，因为以为想说开台可以抓到那个不爸爸捡那个那叫啥小仙奶的那个头饰，打不到啊，拿走。好啦，大家晚安。半夜起得来吗？我搞不好没有睡啊，只休息。好啦，拜拜拜拜。